家里来客人，馒头一定这样蒸，瞬间让他们惊掉下巴。第一种，贝壳馒头。第二种，南瓜馒头。第三种，招财进宝。第四种，金鱼馒头。第五种，枣花馒头。第六种，麦穗馒头。第七种，四季发财。第八种，双鱼馒头。第九种，兔子馒头。第十种，比翼双飞。学会了吗？双击屏幕不迷路。来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